呀吼，我缴交了。不知道前几天上市的《嗜血狂袭》第十六集各位买了吗？3月10日所举办的电极文库25周年上才特别公开了3期新 OVA 制作决定的消息，又能看到雪菜身着那诱人的蓝白制服活跃在大荧幕上，想必各位也是和角角一样期待又兴奋吧。哼哼，拉回正题，这次在热带人工岛展开新局的第十六集其实有双封面哦。通常角角拿到书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书衣拆下看书封有没有擦四格漫画或是小插曲，毕竟创作的魅力常常藏在细节之处，所以想要另一个封面的就自己反过来吧。另外好康报你知，这一次搭配86不存在的战区2，只要购买指定书籍就可以以69折超优惠的价格带回这两本书哦。活动只到3月25日，一起跟角角狂喜起来吧。哦哦哦哦哦哦。有什么疑问欢迎留言告诉角角，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啦。